红海的股价是在几乎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反过来台积电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下。所以，如果你从今年的这个产业的前景来看的话，似乎市场认为红海的前景是相对比较好。大家好，我是黄世聪，欢迎收看本周的聪明理财大小事。 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起的时候呢，全球的股会市都出现一个持续震荡的一个局面。那在这种这个混沌不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研究的好机会。那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个集团，那叫做红海集团。我们到其实过去呢，可能投资人听到红海就是，哎，最近这个刘洋伟有出来说，好像是一个不动产，股价几乎就是一个上上下下、低低起伏的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年呢，红海集团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特别是说，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呢，台湾的苹果供应链受到红色供应链的这个挤压，所以出现了非常多的股票都出现了一个大跌的状况，甚至业绩转差。但是我觉得红海在经历过这一波的杀戮之后呢，似乎是慢慢的站稳了。我觉得这就有点有点像几年前我们讲过的航运股。 航运股在经过一阶段的厮杀之后，哎、欸，股价都落底之后，展开一个新的反弹。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的话，这种所谓的红色供应链跟台湾供应链的这个厮杀，应该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来说的话，这些公司都有机会迎来这个慢慢谷底回升的机会。那红海呢，除了是说这个苹果供应链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几年呢、啊，这个刘洋伟董事长。 他或者是说郭台铭董事长，他们在往这个新的方向，包括电动车的发展，我觉得都慢慢的水到渠成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都很看好电动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红海集团本身是。 值得大家观察的。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题目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红海是接了很多的，或是国内的这个业者接了很多苹果的订单。但是苹果的董事长库克，他其实是一个成本的压榨大师。你可以看到，从我们帮大家找出来的土里面来说，苹果这几年的业绩呢是持续的在往上涨，而且苹果业绩不断的往上涨的过程里面来说，因为 库克曾经说过，这个库存是魔鬼，所以库存要越低越好。苹果本身呢，它其实是存货非常少的，它几乎都是把存货压在，譬如说像它的供应链的身上。你要接我苹果的单，你就要准备多少的这个预备的量，然后我要下单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很快的产出。所以这些对于这些供应链来说的话是魔鬼，但是你也必须要吃它，因为。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苹果的手机可以说是它不但的单价高，而且它的产品能够享受到的毛利也高，所以你不得不做。但是做了之后，你又被它绑住。好，那除了它把这个库存都压在你的身上之外呢，库克还会做一个手段，就是它会让供应链互相的竞争。它会开放这个供应链，譬如说镜头公司，你就互相大家去竞争，你可以反正我规模开给你之后呢，你们就互相去模仿对方都没关系。 那这样子的话我，我我会从中间挑选出最便宜而且能够生产最大量的公司给我。所以等于说，苹果用这样的方式，再加上说，其实他在终端的这个掌握度非常高。这个库克呢，他对终端，譬如说要卖多少手机，他都每个零售点他都有非常多的掌握，所以他能够用，譬如说我这一季要多少支，然后赶快下单给你之后，你快速给我，让他把库存呢降到最低的这个数字，同时把供应链。 的库存都堆在供应链，那本身苹果当然没什么压力。你即使是这些材料的成本下跌的时候，苹果也不用提列太多损失。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举一个台湾例子要，要就大力光。各位，大力光曾经在最高涨到六千零七十五块，但是因为它获利太高了，苹果不可能这样允许啊，所以苹果就跟他达了一个协议，就是说，那你把你的技术授权给我，以后我的手机里面的话卖一个这个镜头，我都可以付这个权利金给你。你看苹果用这种手段，但是他要了大力光的技术来做什么呢？ 转交给其他的竞争厂商，像玉金光啊，其他厂商，哎，教他们让他们速度加快，然后进而呢跟大力光竞争。所以你看，大力光最高六千零七十五块之后，现在前一阵子才跌到一千五百二十五。你看啊，这就是苹果。 在对付这个供应链的手法，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想要享有很好的毛利来说的话，是不可能的。目前为止，它供应链里面只有少数几家，像台湾的话，台积电是唯一一家，因为台积电的这个晶源代工没有人能做，所以独此一家，它当然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看到其他的产品，像 Dron、Netfresh，其实它都有两三个供应链，甚至面板都有非常多供应链，它用这样子来压低它自己本身的成本。所以你接了这个苹果的订单的时候，你。 一开始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毛利，但是接下来你必须要面对到是非常惨烈的竞争。所以，我们讲到台湾的一家公司叫可成，可成它过去是做这个手机机壳，那它过去也曾经是苹果最大的供应链之一。但你看它在这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呢，可成老板洪水树就毅然决然说：“哎、欸，我把我这个营收最大的、专门做苹果订单的一个叫泰州厂。” 我把它卖给了中国一家蓝思科技，蓝思科技是做这个手机的这个盖子，就是我们知道外面有一层这个罩住这个手机面板的这个机盖，就被他把它卖给他。那蓝思科技当然是想要透过可层来介入苹果的这个机壳订单，四百二十亿卖给他。你就知道，哎、欸，他几乎是把他中国的家当都卖。他说我不要做苹果的机壳。你就知道说，其实对这些供应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好，那我们讲。 实际上，在苹果本身来讲话，过去几年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策略就是要扶植红色供应链。那为什么要扶植红色供应链？因为他知道说，他要在中国市场要落地生根的时候，这个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一定会要求他。 你要多增加在中国生产的比重，甚至要增加在中国供应链的比重。所以，我们到二零一六年的时候呢，其实库克过去他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他都会去富士康。但从二零一六年，他就很技巧性的，几乎都很少去富士康，他比较常去的就是转为是去中国的立讯。那甚至他也多次的赞扬说，中国的立讯呢。 业绩，或者说股价，或者说像整个技术都非常好，甚至他还说把这个 AirPods，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耳机啊，订单也下到立讯去。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话，他们要负责扶持这个红色供应链。那特别是说这个以立讯为代表，你看立讯后来又吃下了我们国内的伟创，然后又跟我们国内的合硕合作，所以等于说立讯呢就扮演一个过去红色供应链崛起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不只是立讯啦像这个。 戈尔光学啦，这個、面板的京东方啦，甚至很多很多的这个虚拟光学等等，都是一些红色供应链的代表。那他们当然呢、啊，跟台湾竞争。所以我们看到前几年的时候呢，台湾曾经有非常多媒体都报道过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追杀，跟台系供应链的这个互相的追杀。所以那一段时间里面来说的话，对于台湾供应链来讲话，面临红色供应链的追杀相当严重。所以很多公司啊，其实股价都跌得非常惨。 比如说，我们举一家叫做康控 KY，它最高股价也来到六百多块，可是后来股价也跌得非常非常低，跌到一百多块以下。所以我们就讲这个供应链挤压，在过去一段时间非常严重。那当然，红海或是国内的很多厂商都深受其害。其实早年大家都认为红海是好公司，但是过去几年其实面临到这种竞争的压力是相当相当之巨大。那当然会让它的整个本益比跟想象空间都受到非常大的压制。好，但是呢，我们就讲经过这几年的时间之后，红色供应链的状况如何？ 其实红色供应链过的并不好，一样嘛，苹果还是会用很多方法去挤压你的这个技术。所以红色供应链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要过去一年里面，这个中国媒体有报道所谓的“瓶盖三傻”，瓶盖三傻就是包括说以立讯、然后蓝思科技，还有这个戈尔声学三家公司。那为什么会叫他们三傻？就是说他们即使吃到了苹果的订单之后，业绩也是表现得不好，甚至股价也表现得不好。过去有一家这个中国的公司叫欧菲光。 那欧菲光它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代表。欧菲光它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这个触控面板这个部分。那原本它不是做这个触控面板，它后来介入触控面板，因为知道苹果要扶植之后，它吃了很多海外的公司，然后扩大它的产能之后，接到苹果的订单，同时对我们的 G I S K Y 或者说像对我们的 T P K 陈红因为原本都是做一样的东西，然后订单就转到欧菲光去，所以欧菲光这几年业绩是相当好。可是没想到呢，因为 美国要制裁这个欧菲光，因为它有一些人权的问题，就没有苹果就把它踢出去。苹果把它踢出去之后，就果没想到这个欧菲光啊，因为它的客户太集中在苹果的身上，就导致欧菲光几乎是瞬间是倒闭，要卖场求生存，就是把它的公司都卖给了别人。你就知道苹果供应链其实是一个让你吃又爱又恨，你吃的短时间之内可以茁壮，但是长时间你要能够待在苹果供应链里面，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为什么红海集团会有它的投资价值，就是经历过那么一段时间的腥风血雨之后，它还能够存活下来，而且它的业绩还是相当相当好。那当然，这中间来说，除了郭台铭董事长的领导之外，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二零一九年呢，郭董要去参选这个总统的时候，其实他有把这个接班人交给这个刘扬伟先生。那刘扬伟先生的确啊，我觉得他经过了这几年的这个。 直涨之后，红海股价还是表现得不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从它直涨的二零一九年的六月那时候，股价约莫六七十块，那现在股价已经来到一百多块。所以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所谓的直涨的功力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啦。我觉得，因为这在这段时间经历过像这个二零二零年的 COVID-19 的风暴。 等等的一些困难，他们也都能够顺利度过，而且中国也持持续在封城封控，这个对于你在中国有这么大产能的公司来说，其实调整是相当不容易。那这个红海的这几年的业绩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我觉得刘銮威董事长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对电动车的布局，因为其实前一阵子的股东会或是最近期呢，他都在讲红海的电动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可以把红海大略切成两块，一个就是旧的业务。 就的业务来说的话，目前是稳定的一个局面，因为苹果供应链最早的机会大概就是如此了，所以它未来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获利的部分。但在电动车这一块呢，是慢慢茁壮。也以红海目前呢，一年的营收约莫是去年大概是五点九兆台币。那电动车这一块呢，如果按照刘永伟董事长的预估呢，他在电动车的市场，在二零二五年只要吃下百分之五、百分之五的这个商机来说的话，约莫就有新台币一兆。 所以等于是说，以现在业绩来说的话，如果假设真的吃下来的话，两三年的时间里面呢，红海可以多增加一兆的营收。一兆的营收，如果你这样来算的话，约末是十多趴。这个对红海来说非常非常的补。那当然了，红海有非常多布局。我们先来讲它的全球布局。第一个，它在台湾当然是有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华创合作，还有跟裕隆合作。包括說像前一阵子它的股东会也展示了他的所谓的 Model T。 的这个电动巴士，接下来的话在台湾会越来越多。那在印尼来说的话，他也有去跟印尼的公司签约，然后北美的话，当然是买了这个 Los t Town 的一个公司。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是在泰国，然后甚至还去沙地阿拉伯、墨西哥、印度，还有欧洲等等布局，所以它的布局显然是相当多样化。在台湾，它可能是用所谓的自有品牌的方式推出，但在海外呢，它尽量都是用代工的模式。那当然，现在对于红海来说的话，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要尽快能够建立大量量产的这个生产线，因为过去我们已经证明了红海在可以做非常多的 NB 手机的生产链，但是。 你要去做汽车的供应链，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难度。你要赶快建立起这种所谓庞大生产的能力，而且证明给大家看。这样的话，你在接未来，包括说你的自有订单，或是说你要接代工的时候，都会更加容易。所以，我觉得这就变成是未来红海可能这几年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说它的自有品牌推出，或者说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它的大量量产的生产线能够建立？这个的话，如果真的建立完成，那当然就是对红海来讲的话，它未来的整体的展望就会变得相对比较好。 那当然，以目前红海本身，它非常多的子公司。那它目前目前的这个分工状况来说，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找了一个大概的资料。组装大概就是红海，那红准来说就是做一个机壳。那以盛来，以盛 KY 是做一个电动车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机构件。那 GIS 就当然是做面板、触控面板这个部分。群创来说是做显示器。那融碳的话是做一些电池的开发，还有广宇来说的话是做一些车用的这个限速那当然，它这几年还并购了一些。 这个 IC 半导体，包括天域啦，或者说像这个，包括说像像富鼎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周边，然后来负责做一些这个电动车相关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公司。好，那为什么我们说红海很重要？我为大家找出就对比了一个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是红海的股价，下面是这个台积电的股价。 上下的过程里面来说，你看啊，红海的股价是站，几乎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反过来，台积电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下。所以，如果你从今年的这个产业的前景来看的话，似乎市场认为红海的前景是相对比较好的。而且，这个通常呢，大型股呢能够站上所有的均线，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因为大型股不是小型股。 小型股是几个人就可以控制，大型股绝对是一个市场的力量跟趋势的力量，所以告诉我们今年至少今年一定是红海的表现会比台积电好的一年，所以我们就从中间去找一下红海的其他的公司。好，那我为大家注意的三档公司，第一档是富鼎八二六一的富鼎，它其实过去是做所谓的 mosfet，就做一些电源相关。那因为这个红海要发展这个电动车，那所以它准备把它切往这个高电压。 或是大电流的一些相关的这个 IC，那这个当然非常有前景。那包括前一阵子呢，国去也入股了它。那第一季 EPS 是三点五三，如果我们大略的预估，今年应该是赚一个股本以上没有问题。 那一个股本以上的时候，其实股价才一百四十几。以一个 IC 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较低估的这个状况。当然了，因为它短时间之内也从大约莫一百块涨到一百四，这个涨幅很大，大家不用急着介入。等它震荡之后拉回整理，我觉得都可以值得留意跟观察。另外一个就是以盛 K 望，我刚才提到说它是目前红海内部做电动车机构建的一个公司。那我刚看到其实它第一期的 EPS 是零点九。 那我们大略的预估来说的话，今年的 EPS 约莫落在四点五到五元左右，这个本益比约莫是十多倍。那股价目前的架构也是站在几乎所有的均线之上，相对于台股或者相对于整个大盘，诶，它的架构也相对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臻鼎 KY 四九五八，它其实过去是做这个 PCB 板，这几年来说的话，红海在扶植它做一个转变，除了这个这个做 PCB 之外，未来电动车也需要非常多 PCB。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介入这个 IC 载板这一块，那 IC 载板就是我们提过了三零三七的新兴这些公司，那你可以看它的股价相对于。 这个其他公司来说，你看它是一个打完底部往上冲的这个过程，那年线呢、半年线也都站上，那第一季 EPS 是一点九八，今年来预估来说话、啊，约莫 EPS 是可以赚到。 七块到八块，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其实本益比也在十几倍的一个数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公司啦。当然，因为目前的股市的这个震荡局面相当大，如果你去追高，当然会有相对的风险。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今年红海集团整个相对的潜力价值，我觉得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特别是它电动车布局这一块。所以，以红海为出发点，红海本身当然也值得观察，因为去年的 EPS 是十块左右，那目前的的本益比是十二倍。 如果它能够把本一比调高，那本一比调高来说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电动车发展这一块。如果电动车发展这一块能够步上正轨，本一比可以调高，我觉得红海本身，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富鼎，或者说像以盛 KY，或者说真鼎 KY，我觉得都是红海集团中间非常值得大家留意跟观察的一些潜力股。那以上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